第十四回，林如海捐馆扬州城，贾宝玉露夜北静王。话说宁国府中都总管来生闻得里面围请了凤姐，因传其同事人等说道：如今请了西府里莲二奶奶管理内事，倘或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，我们需要比往日小心些。每日大家早来晚散，宁可辛苦这一个月，过后再歇着，不要把老脸丢了。那是个有名的猎货，脸酸心硬，一时恼了不认人的。众人都道有理。又有一个笑道：论理儿，我们里面也须得他来整治整治，都忒不像了。正说着，只见来旺媳妇拿了对牌来领取成文经榜纸札，票上批着数目。众人连忙让座倒茶，一面命人按数取纸来报着，同来旺媳妇一路来至仪门口，方交于来旺媳妇自己抱进去了。凤姐即命彩明盯造薄册，及时传来生媳妇，兼要加口花名册来查看。又显于明日一早传其家人媳妇进来听差等语，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，问了来生媳妇几句话，便坐车回家，一宿无话。至次日，卯镇二科便过来了。那宁国府中婆娘媳妇闻得到齐，只见凤姐正与来生媳妇分派，众人不敢擅入，只在窗外听去。只听凤姐与来生媳妇道：既托了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闲了，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馅儿，由着你们去。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，如今可要依着我行，错我半点儿，管不得谁是有脸的，谁是没脸的，一律现清白处理。说着，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，按名一个一个的换进来看时，一时看完，便又吩咐道：这二十个分作两班，一班十个，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来往倒茶，别的事不用他们管。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，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，别的事也不用他们管。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，单在灵前上香添油、挂幔守灵、供饭供茶、随起举哀，别的事也不与他们相干。这四个人单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，若少一件，便叫他四个苗陪。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，少一件，也是他们四个陪。这八个单管兼收祭礼，这八个单管各处灯油、蜡烛、纸扎，我总吃了来交与你八个，然后按我的定数再往各处去分派。这三十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，照管门户、监察火烛、打扫地方。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开，某人守某处，某处所有桌椅古董起，至于坛和胆肘、一草一苗，或丢或坏，就和守这处的人算账苗赔。来生家的每日蓝总查看，或有偷懒的、赌钱吃酒的、打架拌嘴的，立刻来回我。你有性情，经我查出，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。如今都有定规，以后哪一行乱了，只和哪一行说话。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，不论大小事，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。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，
卯正二刻，我来点卯。四正吃早饭，已有领牌回事的，只在午初刻。戌初稍过黄昏止，我清到各处查一遍，回来上夜的交民钥匙。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，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吧，事完了，你们家大爷自然赏你们。说罢，又吩咐按数发于茶叶、油烛、鸡毛掸子、笤帚等物，一面又搬取家伙，桌围、椅搭、坐褥、毡席、弹劾、脚踏之类，一面交发，一面提笔登记。某人管某处，某人领某物，开得十分清楚。众人领了去，也都有了投奔，不似先时只捡便宜的做，剩下的苦差没个招揽。各房中也不能趁乱迷失东西，便是人来客往，也都安静了。不比先前一个正摆茶又去端饭，正陪举哀又顾接客。如这些无头绪、慌乱、推脱、偷闲、窃取等弊，次日一概都捐了。凤姐儿见自己危重令行，心中十分得意，因见尤氏犯病，贾珍又过于悲哀，不大进饮食，自己每日从那府中煎了各样细粥、精致小菜，命人送来劝食。贾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鲍沙内，单与凤姐。那凤姐不为勤劳，天天与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，独在鲍沙内起坐，不与众妯娌合群，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会。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，那应佛僧正开方破玉，传灯照王，参阎君，居都鬼，宴请地藏王，开金桥，引状幡。那道士们正服章身表，朝三清，叩玉帝，禅僧们行香，放焰口，拜水忏。又有十三众尼僧搭绣衣，撒红鞋，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，十分热闹。那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，在家中歇宿一夜。至嬴政，平儿便起来梳洗，即收拾完备，更衣灌口，吃了两口奶滋糖精米粥，漱口已毕，已是卯正二刻了。来旺媳妇率领诸人伺候已久，凤姐出至厅前，上了车，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，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，款款来至宁府。大门上门灯朗挂，两边一色戳灯，照如白昼。白汪汪穿小仆从两边侍立，请车至正门上，小厮等退去。众媳妇上来接起车帘，凤姐下了车，一手扶着风儿，两个媳妇执着车把灯罩，簇拥着凤姐进来。宁府诸媳妇迎来请安接待，凤姐缓缓走入会芳园中登仙阁林前，一见了棺材，那眼泪恰似断线蜘蛛滚浆下来。院中许多小厮垂手伺候烧纸，凤姐吩咐的一声，公茶烧纸。只听一棒锣鸣，珠月齐奏，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，凤姐坐了，放声大哭。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见凤姐出生，都茫茫皆声嚎哭。一时贾珍、尤氏遣人来劝，凤姐方才止住。来旺媳妇献茶漱口毕，凤姐方起身别过族中诸人，
自入爆煞内来。按明茶点，各项人数都已到齐，只有迎送清客上的一人未到。即命传道，那人已张皇愧惧。凤姐冷笑道：“我说是谁误了？原来是你。你原比他们有体面，所以才不听我的话。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天天都来得早，只有今儿醒了觉得早些，因又睡迷了，来迟了一步，求奶奶饶过这次。”正说着，只见荣国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，在前探头。凤姐且不发放这人，却先问：“王兴媳妇做什么？”王兴媳妇巴不得先问他完了事，连忙进去说：“领牌取线，打车叫网络。”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。凤姐命彩明念道：“大轿两顶，小轿四顶，车四辆，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，用珠线若干斤。”凤姐听了数目相合，便命彩明登记，取荣国府对牌掷下，王兴家的去了。凤姐方欲说话时，见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，都是要支取东西领牌来的。凤姐命彩明要了铁面过，听了一共四件，只两件说道：“这两件开销错了，再算清了来取。”说着掷下帖子来，那二人扫兴而去。凤姐因见张才家的在旁，因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张才家的忙取帖回说：“就是方才车轿围坐成，领取裁缝供应若干两。”凤姐听了，便收了帖子，命彩明登记。待王兴家的交过牌，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，然后方与张才家的去领。一面又命念那一个：“是为宝玉外书房玩俊收买纸料壶表。”凤姐听了，即命收帖登记。待张才家的脚轻，又发于这人去了。凤姐便说道：“明儿他也睡迷了，后儿我也睡迷了，将来都没了人了。本来要饶你，只是我头一次宽了，下次人就难管，不如现开发的好。”当时放下脸来喝命：“带出去打20板子。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：“出去说与来生，隔他一月银米。”众人听说，又见凤姐没力，知是恼了，不敢怠慢，托人的出去托人，执牌传玉的忙去传玉。那人身不由己，已拖出去挨了20大板，还要进来叩谢。凤姐道：“明日再有误的，打40，后日的60，有要挨打的，只管误。”说着吩咐：“散了吧。”窗外众人听说，方各自执事去了。彼时宁府、荣府两处执事领牌交牌的，人来人往不绝，那报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，这才知道凤姐厉害。众人不敢偷闲，自此兢兢业业，执事保全，不在话下。如今且说，宝玉因见今日人众，恐情中受了委屈，应莫与他商议，要同他往凤姐处来坐。情中道：“他的事多，况且不喜人去，咱们去了，
他岂不烦你？宝玉道：“他怎好腻我们？不相干，只管跟我来。”说着，便拉了秦钟，直至抱厦。凤姐才吃饭，见他们来了，便笑道：“好长腿子，快上来吧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们偏了。”凤姐道：“在这边外头吃的，还是那边吃的？”宝玉道：“这边同那些浑人吃什么？原是那边，我们两个同老太太吃了来的。”一面归坐。凤姐吃毕饭，就有宁国府中一个媳妇来领牌，为支取香灯事。凤姐笑道：“我算着你们今儿该来支取，总不见来，想是忘了。这会子到底来取，要忘了，自然是你们包出来，都便宜了我。”那媳妇笑道：“何尝不是忘了？方才想起来，再迟一步也领不成了。”说罢，领牌而去。一时登记交牌，秦钟英笑道：“你们两府里都是这牌，倘或别人私弄一个，支了银子跑了，怎样？”凤姐笑道：“依你说，都没王法了。”宝玉应道：“怎么咱们家没人领牌子做东西？”凤姐道：“人家来领的时候，你还做梦呢。我且问你，你们这夜书多早晚才念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巴不得这如今就念才好，他们只是不快收拾出书房来，这也无法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请我一请，包管就快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你要快也不中用，他们该做到那里的，自然就有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便是他们做，也得要东西，搁不住，我不给对牌是难的。”宝玉听说，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，说：“好姐姐，给出牌子来，叫他们要东西去。”凤姐道：“我罚的身子上生疼，还搁得住揉搓，你放心吧，今儿才领了纸表壶去了，他们该要的还等叫去呢，可不傻了。”宝玉不信，凤姐便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，正闹着人回。苏州去的人张二来了，凤姐急命唤进来，张儿打签儿请安，凤姐便问：“回来做什么的？”张儿道：“二爷打发回来的，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，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，大约年底就回来。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，讨老太太示下，还瞧瞧奶奶家里好，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。”凤姐道：“你见过别人了没有？”张儿道：“都见过了。”说毕，连忙退去。凤姐向宝玉笑道：“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。”宝玉道：“了不得，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得怎样呢。”说着蹙眉长叹。凤姐见张儿回来，应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，心中自是记挂，待要回去，怎奈事情繁杂，一时去了恐有延迟失误，惹人笑话，
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。复领昭儿进来，细问一路平安信息，连夜打点大毛衣服，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，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，一并包藏交付昭儿，又细细吩咐昭儿在外好生小心服侍，不要惹你二爷生气，时时劝他少吃酒，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，回来打折你的腿等你。趁乱完了，天已四更将近，总睡下又走了困，不觉天明机场，忙梳洗过宁府中来。那贾珍因见发引日记，亲自坐车带了阴阳司礼往铁槛寺来，踏看祭灵所在，有一一嘱咐住持色空，好生预备新鲜陈设，多请名僧以备接灵使用。色空忙看晚斋，贾珍也无心茶饭，因天晚不得进城，就在静室胡乱歇了一夜。次日早便进城来料理出殡之事，一面又派人先往铁槛寺，连夜另外修饰平陵之处，并除茶等项接灵入口坐落。里面凤姐见日期有限，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，一面又派荣府中车轿人从跟王夫人送殡，又顾自己送殡去瞻下处。目今正值单国公告命亡故，王行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殡，西安郡王妃华旦送寿礼，镇国公告命生了长男，预备贺礼，又有胞兄王仁廉家眷回南，一面写家信禀叩父母并带往之物，又有迎春染病，每日请医服药，看医生起帖正源药案等事，亦难尽数，又兼发引在耳，因此忙得凤姐茶饭也没功夫吃的，坐卧不能清静。刚到了宁府，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，既回到荣府，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。凤姐见如此，心中倒十分欢喜，并不偷安推脱，恐落人褒贬，因此日夜不暇，筹划得十分整肃，于是何族上下无不称叹者。这日半宿之息，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堂客半宿，尤氏游卧于内室，一应张罗款待，独是凤姐一人周全诚意。何族中虽有许多妯娌，但或有羞口的，或有羞脚的，或有不惯见人的，或有巨贵妾官的，种种之类，俱不及凤姐举止疏徐，言语慷慨，珍贵宽大，因此也不把众人放在眼里，挥霍指示，任其所为，目若无人。一夜中灯明火彩，客送官迎，那百般热闹自不用说。至天明，吉时已到，一班64名青衣请灵，前面明经上大书：奉天鸿渐兆年，不义之朝告封一等宁国公种孙父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卫，想强受甲门秦氏宫人之灵柩，一应执事陈设，皆系现赶着新做出来的，一色光艳夺目。宝珠自行未嫁女之礼外，摔丧嫁灵，十分哀苦。那时官客送殡的，有镇国公牛清之孙现袭一等伯牛继宗，李国公柳彪之孙现袭一等子柳芳，齐国公陈毅之孙世袭三品威震将军陈瑞文，
治国公马奎之孙，世袭三品威远将军马尚；修国公侯小明之孙，世袭一等子侯孝康；单国公诰命亡故，故其孙石光洙守孝不曾来得。这六家与宁荣二家当日所称八公的便是。余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孙、西宁郡王之孙中晋侯石鼎、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经营游击谢经、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戚建辉、景田侯之孙武城兵马司裘良。余者景襄伯公子韩琦、神武将军公子冯子英、陈野俊、魏若兰等诸王孙公子不可枚数。堂客算来亦有十来顶大轿、三四十小轿，连家下大小轿车辆不下百余十兽，连前面各色执事、陈设、百爪浩浩荡荡，一带百三四里远。走不多时，路旁彩棚高搭，设席张宴，贺音奏乐，俱是各家路妓。第一座是东平王府祭棚，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，第三座是西宁郡王，第四座是北境郡王的。原来这四王当日为北境王功高，其经子孙游袭王爵。现今北境王水荣年未弱冠，生得形容秀美，情性谦和，竟闻宁国公种孙父告卒，应想当日彼此祖父相与之情，同难同荣，未以异姓相识，因此不以王位自居，上日也曾探丧上祭，如今又设禄殿，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，自己五经入朝，公事一毕，便换了素服，坐大轿鸣锣张伞而来，至棚前落轿，手下各官两旁拥侍，军民人众不得往返。一时只见宁府大病浩浩荡荡，压地银山一般从北而至。早有宁府开路传事人看见，连忙回去报与贾珍。贾珍即命前面驻扎，同贾赦、贾政三人连忙迎来，以国礼相见。水荣在轿内欠身含笑搭礼，仍以世交称呼接待，并不妄自尊大。贾珍道：“犬父之丧，累蒙郡驾下临，应生辈何以克当？”水荣笑道：“世交之疑，何出此言？”遂回头命长府官主祭待殿，贾赦等一旁还礼毕，附身又来谢恩。水荣十分谦逊，因问贾政道：“哪一位是贤宝而淡者？几次要见一见，都为杂冗所阻，想今日是来的，何不请来一会？”贾政听说，忙回去，即命宝玉脱去孝服，领他前来。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等人说闲话时，赞水荣是个贤王，且生得才貌双全，风流潇洒，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，每思相会，只是父亲拘束严密，无由得会，今见反来叫他，自是欢喜。一面走，一面早瞥见那水荣坐在轿内，好个仪表人才。
不知近看时又是怎样。且听下回分解。